早安，我是马古。2022年6月21日，我在睡前滑着手机，突然看到了一则消息 ：Caleb Swanigan 离世，得年25岁。当下的心情用震惊来形容，可能都还不太足够。身为拓荒者迷的我，当初还蛮看好 Swanigan 的，只是相当可惜的，没能够控制住自己的体态，造成职业生涯快速陨落。就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吧。如果说到糟糕透顶的童年 ，Caleb Swanigan 敢说自己是第二的话，能够称自己为第一的应该是屈指可数。Swanigan 是个出生在印第安纳的孩子，从小家庭状况只能用恶劣来形容。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毒虫，而且只要一吸毒就会对母亲暴力相向。在 Swanigan 出生前，父亲因为在妓院犯下了枪击案而遭到逮捕，在监狱里面受到启发，发誓要改过自新。母亲也相信了这一席话。五个月过后，父亲因为枪击案的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他所许下的承诺并没有维持太久，马上又开始吸食毒品，而且相较于之前来说更加严重。父亲会一次消失好几周，甚至是几个月，然后又出现在家里，对母亲暴力相向，和母亲要钱。Swanigan 回忆说，吸毒让他的脑袋都坏了，一直觉得母亲要欺骗他，要陷害他。要知道，父亲是个六尺八寸，并且体重逼近要500磅的彪形大汉。不要说是女生了，一般的男生可能都难以承受这样体型的家伙对自己暴力相向。某天晚上，母亲叫醒了 Swanigan 及其他五个孩子。没错，就算是这样糟糕的环境，他们仍旧有五个孩子。母亲带着他们彻夜收拾行李，逃离了这个家庭，从印第安纳搭着公车一路逃到了犹他州。他们来到了犹他州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到了这里，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善。恶劣的环境充斥着各种糟糕的人事物。当母亲赚到了一点钱，稍有余裕，他们会搬去公寓住，但这种情况通常没办法持续太久。当钱慢慢的花光，付不起房租以后，一家人又会被迫流落街头，再次的回到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这样的日子反反复复不断的发生。 Swanigan 回想起来，他们大概换过了不止五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在那里通常是排队领着教堂或是民众捐赠的爱心餐来饱餐一顿，而他穿的衣服也都是捡别人的二手衣物，又或是来自于民众捐赠。再加上由于时常搬家奔走，居无定所，孩子们基本上也是疯狂的转学翘课。在 Swanigan 的记忆里，光是小学他就换过了九所不同的学校，而中学则是辗转了四所。五哥兄弟姐妹中，没有任何一个有高中毕业文凭，或应该说他们从来没有在一所学校待过两个学期的。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你可能会觉得孩子们应该会因为营养不良而瘦干干的，但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父亲留给孩子们的，除了那高人一等的身高以外，还有肥胖症的体质，再加上由于健康的食物实在太过于昂贵，同时又吃不饱，也没有薯条、汉堡那些素食来的好吃。自然的，他们的饮食除了捐赠的爱心餐以外，多半都是些重油重咸的食物。也因为这样 ，Swanigan 和手足们各个体型都相当的巨大。Swanigan 的大哥卡尔大了他整整12岁，因为有个失败父亲的关系，哥哥就成了这个孩子学习的男性榜样。卡尔是个69岁的大个子，曾经是一名篮球明日之星，当然糟糕的学业成绩让他无法进入正式球队，但在美国篮球能够赚到钱的方式有无数种。卡尔在各个职业联赛中游走，也会带着 Swanigan 一起打篮球，在这里发现了这个小伙子其实还蛮有天赋的。时间来到了 Swanigan 9岁这一年，哥哥因为一场枪击事件而造成了右眼失明，需要戴上义眼才不会让眼睛看起来那么吓人。篮球这个选项就此从他生命中消失，但卡尔深刻的明白，弟弟绝对还有其他机会，绝对有希望成为自己想要变成的那种篮球员，但是待在这里是绝对行不通的。前面提到过， Swanigan 一共有六个兄弟姐妹，除了哥哥跟他以外，其他人可以说都误入歧途，抢劫、枪械、贩毒、偷窃这些罪名，使得其他手足们拥有不少的前科，也在监狱来来回回了不少事。自然的，卡尔不希望这个最小的弟弟也变成这个样子。在母亲决定从犹他州搬到休斯顿的时候，卡尔下定决心了，决定要将弟弟送去更好的地方，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同时也避免他学坏，又或是辜负了自己的篮球天赋。于是打电话给他效力 AAU 时期的教练 Bounce， 拜托他收养自己的弟弟，拜托他拯救并且养成自己的弟弟。
Bronze 住在印第安纳。起初虽然 Swanigan 很不愿意离开原生家庭，但在哥哥的再三要求之下，就这样搬过去了印第安纳。Bronze 也承诺会将他视为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的照顾。在 Swanigan 刚搬去的第一天，他在睡前偷偷溜进了厨房，打开冰箱狂喝了将近要 4000cc 的牛奶和吃掉了一整盒的麦片，这让 Bronze 吓了一大跳，但也马上跟这个孩子说，你不会再过这样的生活了。Bronze 见识到了 Swanigan 的篮球天赋，确实也认为这小伙子是一块待磨的璞玉，但是体重真的需要控制，毕竟这个时候的他是个身高60体重却重达340磅的小胖弟，不应该说大胖弟。在 Swanigan 搬进这个家没多久，就接受了相当严格的饮食控制。以前他最喜欢去加油站买便宜又好吃的墨西哥卷饼及一些油腻腻的炸鸡，渐渐的被鸡胸肉及鲑鱼给取代，每天晚上的点心也从家庭号冰淇淋换成了神采沙拉。一开始当然相当的难过，但 Bronze 为了这个孩子，让家里几乎不存在零食及任何的含糖及淀粉类的食物，就这样才让 Swanigan 调整了他的饮食习惯。除了饮食的调整，在体能及篮球训练上也照表操课。 Swanigan 每天早上6点在上学前就被挖起来，跟 Bronze 一起进行有氧训练，下课后到晚餐前有基本动作训练，包含了运球什么的，还有投篮训练，再来就是睡前再来一次的有氧训练，这让他的体态瞬间瘦了足足有45磅之多。当然，除了这些以外 ，Bronze 也十分的要求 Swanigan 的课业，也会盯着这个小伙子写功课，并且检查他有没有写错。Swanigan 简直就像是如获新生的一般。哥哥 Carl 也对这个改变感到相当的欣慰，因为小时候那糟糕的家庭环境，让 Carl 在长大后必须要去看心理医生，面对这些问题。但当时年纪小小的 Swanigan 其实并不记得这么多，哥哥只想保护好这个小伙子，避免他步入其他手足们的后尘。在 Bronze 的引荐之下， Swanigan 加入了火箭民宿将 Lucas 的夏令营，这是这个小伙子第一次参加这种成绩比较高、强度也比较高的训练营。 Lucas 看着 Swanigan 来回跑了几次就气喘吁吁的，笑着说，我不敢相信你带这个小伙子来。 Bronze 当下虽然只是陪笑，但他相信这愿意付出训练的小伙子成长空间还相当的大。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日子，那些艰苦的训练依旧每日持续着， Swanigan 也有了大幅幅度的进步。 Bronze 几乎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帮助他。 Swanigan 说， Bronze 让我改掉了所有的恶习，他给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纪律及人生方向。虽然口头上一直说 Swanigan 有多大的潜力有多好的，但是 Bronze 其实自己心里也没个底，他压根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可以成为什么样的球员，只是尽自己所能的给这个童年破碎的孩子一个前进的动力及一个完美的家。时间来到了 Swanigan 高中时，他选择就读印第安纳霍姆斯特高中，同时也成为了篮球队的一员。这所高中在州锦标赛中从来没有什么出色的成绩，冠军锦旗更是一面也没有。 Swanigan 的加入帮助学校一飞冲天。让 Bronze 感动的是， Swanigan 选择穿的号码是44号，这个他高中时期所穿的号码。 Swanigan 希望穿这个号码能给自己带来好运。高中2年级 ，Swanigan 就展现了主宰比赛的能力。每场球赛25分、14篮板，外带3次的主攻，帮助学校闯进了印第安纳州的半决赛。就这样来到了高中4年级，虽然个人的成绩并没有太大的进步，或应该说持平，但 Swanigan 个人的进攻效率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投篮命中率高达了64%，帮助学校拿下了32胜2败的可怕成绩，更成功的拿下了校史第一座的印第安纳州冠军。Swanigan 获选为印第安纳州的篮球先生，也获得了麦当劳明星赛及 Jordan 训练营的邀请，并且代表美国队征战 U17 及 U19 世界杯，也双双拿下了金牌的好成绩。个人被评选为全美排名第19的五星高中生，如果单论禁区球员的话，甚至能够排到前10的程度。这个在几年前被 Lucas 笑说体能很差的62寸300磅的孩子，成长到了69寸260磅，在球技层面也有了大幅度的进步，前辈也不吝于给他一个新的评价，那就是球商更好的 Jerry Salinger。
这个在高中拿下众多奖项的孩子也收到了不少以及名校的邀请函。起先 Swanigan 口头承诺要加入密西根大学，但在两个礼拜过后就和普渡大学签下了入学同意书，这让密西根大学大为不满。不过在口头承诺加入密西根大学时， Swanigan 并没有和家人讨论过，就自己觉得 OK 那就去吧，就答应了。 Browns 跳出来澄清，最终选择普渡并不是因为对密西根有什么不满，只是他认为普渡大学比较适合这个孩子，也比较有发挥空间。 Swanigan 对于加入养父所待过的大学也是跃跃欲试，而且他也想代表印第安纳帮助当地的学校拿下 NCAA 冠军。确定就读普渡大学后， Browns 为 Swanigan 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因为不希望他住在宿舍。 Browns 明白一群男生聚在一起会做多少蠢事，会互相影响，可能会造成 Swanigan 饮食及作息不正常而复胖。Swanigan 是普渡大学暌违20多年再一次的将同州的篮球先生给招募至自己的麾下，自然的这所学校对他寄予厚望。 Swanigan 选择了背号50号，这是他亲生父亲过世的年纪。生父在2014年因为500磅的体重及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而逝世。当然穿上这个号码并非要纪念这个对自己几乎毫无情感的生父，而是希望警惕自己不要忘本，也不要步上后尘。Swanigan 一加入也马上成为了主力球员，大学一年级每场能够拿下10分8篮板，看起来中规中矩。虽然个人获选为分区新鲜人第一队，但相当可惜的学校在3月份的第一场球赛就被淘汰。不过这一年对 Swanigan 来说仍是获益良多，整个篮球生涯中第一次的从大前锋这个位置出发，以往他在球队中就算不是最高的也会因为壮硕的体格而被摆到中锋去。位置上的转变让他学到了不同的东西，也看了更多。大学二年级，去年扛到中锋的学长 AJ Hammonds 毕业投身 NBA， Swanigan 也必须担负起更多更重的责任，不仅护框防守抓篮板，进攻端也是如此，成绩也突飞猛进，来到了18分13篮板的水准，更在球季中缴出了4次的20分20篮板，以及多达了27场的双十纪录，还有总和抓下了436记篮板球。要知道这是在35场球赛中缴出的成绩，这三项成绩都打破了校史的纪录，尤其单季4次双20成绩更是创下了 NCAA 纪录。同时 Swanigan 是名能够投外线的大个子，本来前两个月他每场球三分球出手 1.7 次，到了最后两个月直接倍增来到了 3.2 次，而且命中率还维持在逼近4成的水准，可以看得出来这家伙在投射端下了多少的功夫。更可怕的是当你包夹这个大家伙时，他也能够洞悉球场上队友的位置，找出有空档的队友，这也让他的助攻数有着全队第三高的 3.1 次。 Swanigan 率领学校打到了最后的16强才败阵下来，而个人也荣获了分区第一队及分区最佳球员，这个时候似乎是投入选秀的大好机会了。 Swanigan 没有聘请经纪人，因为他希望能给自己留有后路，一条能够再回到 NCAA 打篮球的后路。这边先来看看 Swanigan 在选秀时的评价吧。优点大概就像是前面提到的一样，壮硕的身材及傲人的臂展可以让他成为一名出色的篮板手，再加上不差的分球能力和外围投射能力，可以让他在场上做到相当多的事情，是一名极战力球员。但缺点也相当明显的就是在速度及体能条件上，还有肥胖症这个事情也让球团有些疑虑。 Swanigan 用尽了全力，几乎是以最完美的体态参加的联合试训，又或是任何一支球队的试训。当时有一名记者就用金石这两个字来形容他的身材，对于测量的一些身体上的数据， Swanigan 其实有话要说，这对我来说很不公平，你知道我以前曾经有胖到350磅，瘦下来自然的会有很多多余的松垮垮的皮，很多时候他们在测量只是拉到我的皮而已。最终 Swanigan 在首轮第26顺位被波特兰拓荒者队给选下，实现了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及对养父和哥哥的承诺，证明了自己并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 Swanigan 说，这对我来说像是梦想成真，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场了。
在夏季联赛 Swanigan 大放异彩，那一年拓荒者队不仅在首轮选下他，更透过交易弄来了第十顺位的 Zach Collins。 Swanigan 在夏季联赛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完全碾压这位乐透顺位的球员，场均可以有16分10篮板，还外带了不俗的 2.3 次助攻，几乎完全证明了自己的身价。不过到了开季，对于这支正在 win now 的拓荒者来说，是完全没有时间可以练他的。纵使下放到发展联盟时是个能够缴出14分12篮板及2次助攻的出色禁区球员，但说实话，球队在当时就是没有空间给他打，而且 Terry Stotts 本来也就没有这么爱用新人，所以在 NBA 的上场时间只能用少的可怜来形容。但如果单看他上场超过10分钟的球赛，还是挺高效率的，能够拿下6分5篮板。这个菜鸟赛季 Swanigan 其实挺忙碌的，除了 NBA 比赛之外，他都还会抽空补修大学学分，也成功的在进入 NBA 的一年后顺利的拿到了普渡大学的毕业证书。除此之外， Swanigan 与 Food Course 合作推广健康的饮食，并且从学童们在学校的饮食开始做起，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吃得健康，并且远离肥胖。职业生涯第二个赛季， Swanigan 在开季的第6场球赛，但其实才是他上场的第2场球，缴出了 NBA 生涯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一次的双十成绩。这场球他仅上场了18分钟，就拿下了11分10篮板，甚至比同梯第10顺位的 Zach Collins 还要更早拿下双十成绩。接下来的一场球赛也在仅有20分钟的上场时间内抓下了11个篮板球，让人看见了这家伙的能力，但也就这样了。接下来 Swanigan 又被推回板凳深处，在球季中段被交易去了沙加缅度国王队，换来了 Scala Bissier。 基本上这笔交易就是两个在母队不受重用的禁区球员互换。结果呢，到了新球队的两个人也都还是没有受到重用。话虽如此， Swanigan 在发展联盟还是个场均双十以上加上两次助攻的可怕禁区猛兽。然而在国王队的时候，你已经渐渐看出来这名金石的球员身材正在走样。隔年 Swanigan 再次的被交易回拓荒者，这次回到拓荒者他的上场时间有了增加，毕竟伤兵潮来袭。在拓荒者的21场球赛内共计出赛了20场球，场均上场时间虽然不多，仅有13分钟左右，但显然的已经成为一名稳定的替补球员之一。上场时间的增加，缺点也渐渐的被放大，脚步移动过慢，容易造成无谓的犯规，分球能力虽然不差，但太容易传出那些想当然而的传球而发生失误。但最起码他有了上场时间，剩下的就是改善这些缺点。可是这个时候 NBA 就因为肺炎疫情影响而封馆了。在迪士尼泡泡复赛时，拓荒者队有询问 Swanigan 的意愿，但这个时候他以个人因素婉拒了邀请，而这一婉拒就直接为他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休止符。有一说是他在封馆期间体态已经完全失控了，所以才会婉拒，想想也是挺有可能的。缺乏训练加上原来的饮食习惯，就算是一般人都会变胖了，更何况是有肥胖症的 Swanigan。 接下来他再次出现在镜头前面，就是在持有开庭时，那个时候你看到 Swanigan 的身材基本上已经完全不是一名职业球员该有的体态，甚至也可以说不是一名正常人该有的体态，身材臃肿到你完全认不出他是谁的程度。再来关于 Swanigan 的消息，就是到了今年的6月21日过世的新闻了。新闻中写到是自然死亡，但你看看他那超过500磅的过重身材，似乎这一切都和这事情脱离不了关系。最终 Swanigan 还是走向了和生父相同的道路。Swanigan 努力过了，也挑战过了。从一名居无定所的孩子到 NBA 首轮被选中的球员，除了贵人相助，自己也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只是最后的最后，还是倒在了最根本的问题上，让他的生命在25岁时戛然而止。我是马古，大家晚安。